神秘的废墟住着一个疯女人和一群蜘蛛。警方虽然怀疑三起相似的命案跟蜘蛛有关，但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蜘蛛会杀人。阔少爷林春奇无意间爱上酒家女英英，父母极力反对，春奇不听。为了挽回儿子的前途，春奇的父亲撒下重金包养英英，希望让儿子看清酒家女的真面目。没想到自己竟也难逃英英的魅力。更离奇的是，春奇的父亲竟然梦见蜘蛛攻击，心脏病发作死亡。面对这些暴毙事件，英英也无法了解自己的命运到底跟蜘蛛有何关联。春奇的母亲重金礼聘阿斗师，找了一块风水极佳的墓地安葬丈夫，希望能庇荫子孙平安富贵。谁料半年后，春奇竟然对英英旧情复燃，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不得不痛下杀手。阿爸，我已经跟春弟做伙啊，不过很烦恼的，我烦恼我会把春弟害死。阿爸，你想，你想要被害我，我跟你也不完不休啊！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啊！你想要被害我，别过来！我跟你也不完不休，你想要被害我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啊！你想到要杀伊？我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好。我袂当安尼看你继续落去啊！我是安怎？我和明英做伙，我感觉足幸福的啊！你和你男朋友共款啊，互伊袂甘咧死死混混去。我和你讲哦，你若真正要和伊做伙，有伊就无我，有我就无伊，你家己做选择。你真正爱我选择？好。我三姐跟英英做伙。春奇，春奇，啥？你要娶我？不用的啦，恁阿母一定真反对，而且我嘛唔敢。英英，我啥物拢无爱管，你若歹嫁我，我就一世人做落反卡。你嫁我好不好？春吉，你别安尼啦。我安尼做是不得已的，莹莹，请你原谅我。既然安尼，一杯酒，就当作是咱最后一杯。酒若啉煞，我就永远离开这所在，袂阁回来啊。春吉，我毋是无爱你，我是无想要去耽误着你的前途，嘛无希望你从你的阿母为着我，
煞来冤家。好啦，我知影。来，好打。爷爷，我爱你的囡，你是我一世人永远上爱的查某。什么所在啊？莹莹，这是咱新娘房啊，以后咱拢住在这哦。春哥，你哪会安尼做啦？我要来转啊！哎，想办啊啦，我已经替你小心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卖身客啊。小心以后哦，你就是我林春琪的某啊。春哥。来，几个。天空伯啊，我林春琪当天就抓，只要我活嘞，不管吃偌济苦，我拢愿意做柳莹莹的红婿，照顾一世人。春琪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会惊了。莹莹啊，你是惊啥啦？我惊我会去害到你，敢讲你唔知影，所有甲我做伙过查甫人，因拢……我怕伊继续讲，迄拢是迷信啊！我拢已经是大学毕业的人啊，我袂相信迄套的。阿遐个甲你做伙啦，因拢是尊心不良的呢。啊我，我用我性命做担保，我对你绝对是真心的。春吉。天公伯啊，我柳莹莹自今仔开始愿意做林春吉的家后，一世人拢要照顾伊，请天公伯啊保庇伊。出去是啥物件？刚讲这暗嘛，伊要去芳姐菜去市场拄啊。你咧骗我对无？你想受啥秘密？莹莹，咱拢已经是阿母啊呢。这世界上上关心你的人是我，你若啥秘密？你唔爱甲我讲才对，你唔讲，春吉，你莫生气啦。其实这菜唔是要饲猪肚的啦，是要给人吃的啦。什么人啊？
英英，伊是你阿母啊？阿母，你好啦，我叫春琪，我有带你爱食物件来，好食无？我的翁婿啦，叫春吉。啊，你当时嫁啊，我哪不知。阿妈，你好。人才袂歹，阁真有礼貌。是讲咱这个歹命人，你哪会嫁啊呢？阿妈，是我吼，家己要娶英英的啦，我足介意伊的。你介意哦，做一世人阿母？做阿公阿母，是讲阮英英唔知有这个命。哎，你阿哩规工阿当一直吃，到我哩嘛啦，我等下下死死阿只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阿妈。真可怜的先生，无法度啦。想叫我阿爸早死，阿母又搁起笑，阿妈伊嘛是不得已，才甲我卖去酒家，得替人拼杀。莹莹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更加爱你，你叫我去吃苦啊。春吉。少爷的消息无？有啦，像个少爷吼，佮应该因带做伙啊啦。是啊，哪里你少爷？有讲啥无？伊讲哦，要去找头路趁钱啦。这个囡仔嘛真害呢，我爸厝内面吼，这尔大个事件不顾，我是要找甚物头路啦？头家娘。看吼，你也是莫想骨过，会人伫个讲母囝连心呢。像你少爷伊伫外口吃苦，啊你伫厝内半病，啊你对大家拢无好处啦。应该叫春吉少爷转来还家啦，啊甲地行顾好较实在啦。不行的，我袂当有迄个查某入门。是安尼呢？叫少爷家己人转来做生意就好啊。无地行也是倒，大家员工拢无饭通食啦。就在春琪四处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阿狗带来了好的讯息，于是春琪又回到家里，重新掌握茶厂的事业。白天他四处忙碌，到了晚上依旧回到他和英英的新家。春琪认为这一切幸福都是因为自己的坚持才得来的，所以非常珍惜。然而谁能料到，命运不可知的因素正悄悄地酝酿着，随时准备一口吞下这幸福的果实。呀，阿细弟哈，哎呦阿哥啊，哎呦你得莫好哦，你若个摔过吼，你得赔钱嘛。哦春吉呀，阿母，啊，这届吼，拢总是卖几斤哈？啊，拢总300多斤啦，早着咱全部的地米哦，拢销对日本去啊嘞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日本的黄金哦，到时付定金嘛。有啦，啊，等这货哦送到位哦，啊，这尾款哦会做1600啊。少爷，你是怎有法够做生意的呢？较早头家店的时阵吼，只是干那地哦，销去台湾的呀。哎，你即摆过咸水卖去日本？哦，有够牛的啦！我是安尼感觉，
安尼做生理哦，本来在讲讲爱更较远个啊，爱毋食愈做愈大。阿母，我底下一寡货爱整理啊，啊，阿哥来。春吉啊，小勇，春吉啊，啊你是安怎啊？阿母，无要紧啦，阮当是我即几工赶货赶啊伤过忝哦，啊才会安尼头壳戆戆啦。我休息就无代志啦，哈。想要落去遐行行。哦，啊，你着较细腻的呢。细腻的吼，来，我扶你来。春吉，你是安怎啊？春吉。我刚刚出工的。春吉，啊，你这双手，你这双手安尼咧滴滴啦。少爷，害啊啦，代志害了了啦。阿狗，哎，什么代志你莫讲？我听人讲，去日本你家厝拄着风台冰船啊啦。啊，恁的爹咪嘞啊？哎呦，爹咪去浸着海船，滴了了啊啦。几天以后，春琪的怪病并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尤其每天晚上的梦魇更让她心神耗弱。新婚不久的英英在林家门口徘徊了半天，想见春琪却又没勇气进门，最后看见阿狗忙进忙出，听说春琪病得不轻，才知道事态严重。阿刀师啊，啊你唔是讲吼，阮翁安住迄个孤山的所在吼，风水地理拢真好，会当保庇时势，平平安安，大富大贵。啊是安怎？才半年尔，阮囝都破病，啊阮的事业吼，佮了佮遐尼啊凄惨，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啊？这奇怪，恁头家住迄个风水地，确实是分中先做。是平安富贵之地，照讲，奇
啊，这蜘蛛丝哪会加到这么长呢？啊，那拢是蜘蛛丝啊！啊，这下脚手人都拢无咧摒扫。陶经理。 是一个搁干那咧乱，你给赶走了。小弟，伊伫讲的伊是啥？啊，刀西啊！啊，着顶间吼，我记你给算命迄个柳莺莺啊，啊，你毋是讲我后生吼真侪，佮会相欠债，啊，真正有影呢，啊，特惊吼，着来咧哥哥定啦。原来是伊哦，林太太，既然春琪遐尔介意伊。 你应该回去也唔才对。凡是春吉来看到伊，伊的病就好起来嘛，无定着啊。无爱啦，我讨厌伊啦。为着恁后生的身体，你应该试看卖咧。你家叫来啦。好。 春琪，你好好无啦，春琪。陶经理，人来啊啦！春琪，这个查某囡仔五官正端正，也嘛生做正秀气，也毋过是安怎，伊的运动有煞气。 你赶紧买啊！我上来啊，紧啊！春琪，春琪，我是莺莺啊，春琪，春琪，我是莺莺啊！你到底是安怎了？哈！你们滚，你们滚啊！ 查某害死，恁的痛苦我会当了解。恁讲，迄个查某是不应该接受制裁，也毋过迄个两公斤出来讲，无证无据，袂去扛。安尼够有天理，够公平。我即摆一定将迄个查某抓起来啊！那呢，即摆人呢？
你若要找伊算账，就跟我来去。这狐狸精，我今仔替你把所有冤仇人拢找来啊！你睡到跟我底下安尼，阿彩啊，你若要找伊算账，就趁即马啦。我哪能不能是王太太？老是厉害，老是厉害，老是厉害，老是！我真不知道我想了气。这些女人都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或儿子迷恋英英，经常到酒家捧英英的场，才发生不幸的。因此，她们对英英十分的不谅解。春琪的母亲故意让这些受害者发泄她们心中的怨恨。借此，他感到一种无比的快感。他恨英英之身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，因此他决定要亲手处死英英。没想到，却因此掀开了蜘蛛杀人的秘密。走！你这贱人！拢是因为你，我才会失去我的翁婿，我的囝。我即马什么话拢无啊！你讲，你是不是应该受到报应？我跟你也无冤无仇啊！我为什么要安尼害你啦？我真正是冤枉的，我不是凶手啦！你个死阿硬嘴皮！干么你这种人根本就免客气！我今仔日要替阮囝冷静，我要让你知影什么叫做死。你给我看清楚，这就是你的棺材，给你关在里面，我给你吓死！阿哥，将人家拖下去！啊！小明！啊！
洋洋。代志你唔通管啊！啊，走！叫你卖管，你就卖管啦！我，我，爷爷，安尼应该袂阁浪费啊！老三，多谢你哦。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你来找我来啥？因为这有真侪帝都啦，所以无人敢来。莹莹，你老实甲我讲，春吉伊的死甲你有关系无？我嘛唔知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虽然无杀死春吉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春吉是去让我害死。我是一个扫帚星，我已经害死足侪查甫人。莹莹，你莫哭，聊聊讲。是安尼啦，我本来。只是伫个酒家做表嫂阿妹啊，啊，不过我为着要让阿妈、阿公、阿母过较好的日子，所以三年前我嘛了落做酒家女。这三年来，有足多人客对我拢足好个，其中有六个。对我特别好，因常常甲我捧场，带我出去佚佗，给我食好、穿好。啊，不过，也不过安怎？拢已经死啊！春吉，啊，佮因阿爸，阿生仔嘞。哪有这卡的代志？因在死的时阵，哪有蜘蛛会出现？所以我常常在想，我甲蜘蛛到底有啥物关系？为什么蜘蛛要去找因的麻烦？为什么蜘蛛要来破坏我的幸福？这，莹莹，来，你阿姐。原来这个查某真正是蜘蛛精。啊！你
好食的呢，你看，足食的呢。阿母，我已经食的啦，你都袂去食，你袂啦，你袂啦，袂出来啦。爷爷啊，我食你就归去好食食死啊，咱爹妈咧糟蹋啦。你奈看遐咧面色面色，你是阿斗啊对无？啊你。你阿文鹏，哎呦，二十多年无看，你也变这老哦。阿文鹏，我俩只讲你已经过世啦，啊想袂到讲今仔日有法度搁见面啦。哎，啊春花呢？春花哦，伫你的目睭前，你敢袂认呢？比干你啦，春花啊，我是阿斗，你看我相信我阿斗啊。无啦，伊会讲啦，带连家己的查某囝都袂认了，哪会认得你？春花，你莫踮遐吵啦，你出去外口佚佗吼，去啦，去啦，去去啦，去去啦，去去啦，你赶紧来，我等你哦。春花，伊在起笑。这要讲起来是无头无，爽句一句，是命中注定。二十多年前，春花和阿斗师两情相悦，然而因为春花的兄弟全都过世了，为了传言祖先的香火，老阿婆坚持春花必须招赘。当时的阿斗师认为男人入赘是奇耻大辱，所以坚决不从。两人的恋情便无疾而终，阿斗师伤心地远走他乡，邻居土豆便入赘柳家，成为春花的丈夫。那个土豆本来是一个高人，专门在替人打扮，那查给阮招了啊，煞无头路，大部人当然嘛足想要赚钱。但不过，伊若做甚物生意，拢是了。含阮春花的西客钱，嘛花了甲空空空。迄个土豆心情出来唔好，就开始怪东怪西，讲阮春花是扫帚星，害伊一世人拢无出脱，就提家刀要杀阮春花啊！哪会知伊去插着火顶跋倒，伊个家刀。才去插到巴肚，就安尼过身去。迄个时阵，我人又搁破病，阮春花也足可怜的，为着要饲我，甲要饲查某囝，日也做，夜也做，做到最后，家己的身体也怕歹。没事啦，土生爷，你看我的囡仔已经摇到毛毛好啊！我求你，你较好心的，去帮我一寡米，给我等去煮暗糜，给囡仔吃，好不？卖啦卖啦，你卖搁给我添麻烦啦！土生爷，我求你啊，我愿意做夫做妻来报答你的恩情，好不？好不？土生爷，我求你，拜托你。春花啊，你紧起来，我带你去第个所在吼。要去倒啊？紧紧就好啊啦，机会机会呢。啊，若无吼，恁查某囝以后是吼，春花，行啊，嗯。
咱来。土生爷，土生爷。哎，你搁问我徛伫遐要怎？紧甲衫裤脱掉啊！好，你若不紧甲衫裤脱掉，你查某囝是夭死啊！来啦，来啦！哎，三弟爷啦！你放心啦 ，OK。十个上个啦，一碗米都够啊呢！真是了，嘿啊！安尼，你是做几届啊？你甲想看卖啦，一碗米一届啦，啊，一桶米是遐做几届啊？对无？我甲你讲哦，迄阿中我嘛去过啊呢，三家斗顺哦，都爽歪歪啊呢！哎，那安尼，像我身材是安怎？当然嘛是安尼，够赞的啦！那安尼，我嘛要来试看卖。会用你啊！琼花啊，这三条汉子给你，拢唔免钱。帝王妃，可怜的春花用她的身体和村中的男人交换米粮。这样的野地苟合既干脆又低廉，立刻传遍了附近男人的耳朵。这些男人见春花姿色不错，个个心痒难耐，纷纷找上春花。渐渐的，村里的女人也得知这个消息，他们对春花十分厌恶，极尽冷嘲热讽。春花如同过街老鼠一般，人人喊打。但是为了生存，春花全都充耳不闻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些倒霉的男人居然全都染上了花柳病。哇，这几位，你跟我叫要烂去啊！嘿，讲正头的啦，我听讲阿中阿嘛是安尼的，啊，迄阵哦，三个德顺哦是爽歪歪啦，啊，这阵哦，三个德顺哦是烂糊糊啦，一定是迄个垃圾查某甲咱歪掉的啦。来找伊算账，行啦！这臭杂哦！臭杂哦！你够太过分啦！啊！臭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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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今仔变成啥物款？两空无食饭哦，一定会枵死的吼。咱来甲看卖吼。嘿，啊啊啊、可怜啊！阮村落仔转来时阵，鬼头甲真是惊甲全地都是。若看到地都个。行到哀哀的，结果无外久，伊就气死。代志咧变甲咧，过了村，村里过了真幸福。歹命人，歹命地，哪有啥物通怨他？阿刀仔，
有一件代志，我感觉足奇怪的。你讲。就是阮柳家，敢那注定拢无查甫人。你看，我的阿公、阿爸，啊，搁有两个阿姐，因拢足早就过身啊。阮柳家的查甫人，敢那拢会嫁翁、嫁囝。是。啊，搁有啦，阮住的所在，为什么有遐尼侪蜘蛛？春吉，啊，搁有因阿爸，伫个要死的进前，嘛讲有看到蜘蛛。到底我甲蜘蛛有啥物关系啊？我相信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行，你跟我来去。阿道，阿道，你即摆从阮来做工，好无？是要从啊？行，咱过去咱那边看看。是安怎？咱一日摇头，搁吐大，敢讲阮这祖国啊无有啥物问题吼？嗨，这个风水真嗨。阿文伯，这是蜘蛛仙呢？无咯，你讲了唔对啦。当时阮阿公哦，要做这喷雾的时，我搁专工去请一个有名的地理仙呢，来才甲我看风水呢。伊讲这哦，都是八卦的，对子孙啊较地运呢。无唔对，这个所在看起来是正像一个八卦戏。乾兑离震转坎乾坤，看起来是正齐全。要唔过迄个地理学呢，可能疏忽一点。八卦戏的中央扑一座小山，顶在正中央，这个地势就变了，变成一只蜘蛛。所以这个所在唔是八卦戏，是蜘蛛戏。蜘蛛戏。盈盈因老爸亡，躲在蜘蛛穴的出口。这只蜘蛛王吃蠓虫、鸡丝、喘气，拢是为这个出口。不怪蜘蛛仔缩过来缩过去。盈盈是土豆的查某仔，所以伊的煞气才安尼大。啊？为什么这跟我有关系啊？因为照道理讲起来，蜘蛛穴对查某较有利。安怎讲？你也知影，母的蜘蛛比公的蜘蛛较歹。公母蜘蛛卡输若交配以后，母的蜘蛛一定会将公的蜘蛛的头咬乱，食入腹肚。啊对啦，我嘛捌听人讲哦，讲母的食公的，所以公母哦，若交配了后，迄个公就赶紧选选愈远愈好。无唔对，这就是蜘蛛迄个基本道理。所以只要若接近蜘蛛迄个查甫人，轻的事业身体败坏，一世人袂出脱；严重的就会牺牲一条性命。搁再讲蜘蛛迄个查某的事业非常发达，所以盈盈唔才变成一个遮出名酒家女。也毋过绝对克夫，这种名家就叫做定九娘杀九夫，意思就是一个查某的会害死真济查甫人。哦，莫怪哦，那甲阮村花斗阵过查甫人哦，拢会去滴到迄落太高边。原来就是安尼哦，啊是讲哦，阮这个土豆哦，三毛够衰啦，做啥物事业拢失败。原来就是这个蜘蛛下底害的哦。阿斗婶，那安尼是要安怎啊？假使你若继续伫酒家上班。所有接近你的查甫人，拢会有性命危险。就准讲你以后结婚，嘛绝对会照顾的。俗话说：“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功德五读书。”中国人把求取平安富贵的方法归纳成这五大类，而其中风水排在第三。可以想见它在国人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所谓的风水，就是天地间所流通的一股气。人生于天地之间，难免受到这一股气的影响。活的人如此，往生的人也是一样。
如果这一座阴宅让死者感到痛苦不舒服，那么可能就会祸延子孙。当然也有人对于风水之说一笑置之，不管如何，这可是我们老祖宗流传千年的一门大学问，我们就姑且谈上一谈。既然阿斗师已经说明了蜘蛛蟹的典故，那么他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柳家继续败坏下去，接下来他该如何破解这蜘蛛蟹的奥秘呢？敬请您拭目以待。嘿，阿斗啊，阿囡仔像爱鸡卵哦，大家拢为查甫人面是要创啥？这叫做移花接木，目的就是要破定九娘杀九虎的命格。英英，从今仔开始，你每一顿都煮一粒卵来吃，每一粒卵拢代表一个查甫人，一九粒卵都代表你食到的查甫人。是毋是？我将这九粒卵吃掉，啊，就袂阁有查甫人给我害死啊？无唔对，要唔过安尼做，只个来会得到固定的一个人哩。假使恁若唔忙柳家以后子孙代代拢平平安安，都爱将恁的祖公阿婆刷去别个所在安葬。夭寿哦！啊，你敢知啊？阮遐祖公阿婆偌济盆，你知无？我甲你讲啦，阮老爸、阮老母、阮阿祖、阮阿太啊、阮阿公啊，哎呦，阮即嘛是靠营养趁顿来，你互阮食，阮腹肚才会饱。阮若有迄落良相钱，通去刷遐死人骨头啊！卡输若无煞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敢讲恁要互恁的子孙代代拢受这种折磨？啊，那呢？是变安怎哈？你先莫烦恼，我慢慢阁想看卖咧，看有啥物步数，通化解这种风水。你当人搞笑无路用啦，敢若出食饭，你一个走人吼都约袂到，饭桶。好给你哇。这你就是有所不知啊！迄阿刀仔脚手够厉害呢，两三下就搞牵扬起来啊！你又怎样呢？迄人啊，去要走哟，佮想要甲你阿断就歹了啦！阿吉尼，这你就放心啊啦！我已经知伊秘伫个叨位，然后吼，我佫是足大个发现呢！啊，你是发现啥啦？我即卖会使百分之百肯定吼，因为迄个查某人一定是一个蜘蛛精啦！我看到迄阿刀仔啊吼。在他面前噴一口酒以後，就開始做法了啦。啊，來怎樣啊？然後啊，陰陰他的面就開始變了，這樣灰尿尿，灰尿尿，像一個蜘蛛面的呢。不要想喔，啊，不怪啦，啊，不怪喔，害死那麼多查甫人。哎呦，這蜘蛛精就是蜘蛛精呢。啊，快來快來快來，快來叫那麼多人來，快來快去啦。啊，找人要创啥？啊，你真正是来厝食饭的呢，哈？啊，咱无法度对付，当然还叫较侪人来对付因啊。对吼。恁大家看清楚哦，这个吼就是莹莹的真面目，那阿狗起码就看到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好不？啊，那这恐怖！伊吼是一只蜘蛛精嘞，那么一定要给抓起来，给逮起来啦！啊，若无哦，死可怜，当去害人哦。对啦，对啦。哎，这嘛人诶！当然嘛是秘伫个蜘蛛窟啦，迄个所在足恐怖个呢，所有个蜘蛛哦，拢是伊饲个啦。啊，伊唔啦吼是甲蜘蛛困做个尔，而且巴肚枵时阵，伊就掠蜘蛛来食啦。吼，迄愈食吼，发力也是愈高强嘞。到时阵哦，全庄个查甫人拢去互卖卖去啦。吼，恁遮个查某人吼，都拢来守寡啦。哈，啊，来紧报警啊！哎呦，报警有啥物路用啦？迄组长吼，敢会相信咱的话？而且迄法官吼，嘛无可能替咱做主，该判死刑啊！对对我甲恁讲啦，若真正要治要抓，就爱靠咱家己，靠别人咱都无路用啦。对，爱靠咱家己。春琪的母亲刻意将家仇渲染成村民的共愤，让英英成为全村的罪人。她希望借着众人的手杀了英英，以消她心中之恨。这两碗煮好啊！哦，煮熟啊！嗯，你紧食嘞。哦，啊，敢真正有效啊？这是我的师傅传给我的步数，应该是有效啦。啊，卡输那是无效，
啊，你一顿食一粒卵，对你的身体健康嘛有帮助啊。紧食，紧食，好。啊！你是安怎？我想要吐啊！你话。阿刀仔，不是这两个问题啦，是我已经有心啦。哈？你没有心的啦？假使你腹肚内面这个囡仔若是查甫的，凡事一出事就让你急死嘞。啊，若是查某的嘞？若是查某的，就跟你同款歹命。咱去吃啦。哦，去吃，去吃。袂讲啥，头家娘啊，你三个查某吼去找地主车啦，啊斗西吼，互阮查甫应付就好啊，紧，阿叫走。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西，这代志你唔通管咯。阿叔你哦，别遐，过来。哎，英英，我这趟我走袂去啊，你紧走，妈查某。我阿姨回应，紧走，你们下什么桥？这地主家，快亮开！别别别！你阿姨走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走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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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害死阮囝！我今日若无你，我唔敢，我唔敢！我无，我真正无啦！你都敢讲无？我今日代表你死，代表你死！去拍阮莹莹啊，对无？我知影讲你心肝内真怨恨，啊，不过阮是无辜的呢。
你若安尼拍，是会拍死人啊！啊，你若拍死人，是要叫什么人赔？而且阮玲玲啊，腹肚内已经够有身啦，迄是恁孙的，嘛是我的干阿孙的。三八查，我毋捌看你这么扯。我若扯查某，你就是老差白啦。加菜加菜，这一刀去堵在脚只边啊，无去伤到囡仔，啊无看要安怎？平安哦，平安。谢天谢地哦。阿道士，你唔通了算讲英英吼救我，我就会原谅伊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一世人吼，特别放伊煞啦。林太太，你莫讲这种话啦。英英确实是无辜的。来来来，我带你一个所在，哈。道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啦？这就是低头困，也是英英出事的所在。起码已经变甲很黑黑啊！莫搁打啦，这低头让你打袂完的啦。是安怎讲啊？因为在这个所在。唔只是你只目睭所看会到，拢是蜘蛛。伫树篮内面、涂骹下面，拢总是蜘蛛，几啊千只、几啊万只嘛有可能。啊，那安尼啦？因为英英伊个作文阴错阳差，去用台底即边个蜘蛛下，所以每一个查甫人，若毋是活袂久，就是变痴呆。每一个查某个，拢注定爱酒馆。英英想较歹命，因老爸拄好去用台咧蜘蛛下咧出口，所以伊个本命关系叫蜘蛛蜘掉的，伊嘛是受害者。唉，伊一世人注定无法度得到幸福。这前因后果虽然听来荒谬，但摆在眼前的事实证明，蜘蛛血的威力实在太可怕了。俗话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柳家的女人为了延续香火，不断地招男人入赘，竟然害死了这些可怜的男人。很不幸的，春琪和她的父亲都被英英强大的女性魅力所吸引，相继花下死。这到底该是谁的责任呢？阿道士，你是希望我嘛甲英计较，无唔对。英英并无愿意害死人，更加无愿意害死伊所爱的春琪少爷。伊心内非常惊吓，非常委屈，嘛非常自责。拢是这蜘蛛，拢是这蜘蛛啦！可恶蜘蛛，害死我囡，害死我囝，你这些可恶蜘蛛，我要拍死，我要拍死，拍死！我要放火，将这全部蜘蛛拢烧死啦！你放火烧嘛无路用，蜘蛛火是一个风水。你准讲有才调，放火把整个山坪烧掉，蜘蛛王嘛同款冻在遐。我想到一个办法啦，钦差升钦王，对，我应该先对付蜘蛛王。恁大家看，那片铺起来的小山，就是蜘蛛的家室。行，咱搁过来一遍看。这个土豆的梦，拄在一只蜘蛛王开嘴的所在，为者一直甲砍过来。这就是蜘蛛王的暗骨啦。我要提只气弹，阿狗，你即摆把这八支火啊提去带东南西北、东南西南、东北西北这八个所在，用刀啊大力甲草按，我要把这只蜘蛛的八支脚甲拔起来。
大帅，好啊！天青青，地灵灵，心花通天，不甲通人，心天不羁，驾花通灵，不甲开弓斩魔，大杀帝都灵。查到这个，哦，阿哥，你们怎么样？赶快到大哥。我已经逐步检查去伊的咽喉啊，从今以后，伊无法度阁吐丝啊，嘛无法度阁咬人啊。阿斗，啊你敢有爸？有爸无爸，等下看就知啊。啊啊！蜘蛛王已经回去了，当然那些蜘蛛仔拢四散去了。玲玲，阿文伯，哈，恭喜你了，以后恁六家又搁有水运啊！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，咱六家我去啊，袂搁再有水运啊！啊对，阿斗，啊，阮娘不多来，这囡仔着出事，敢无危险？绝对无问题，只要恁好好甲保养，不管我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。一定拢会吃平安、吃健康。林太太，这个囡仔是春季的骨肉，啊你，恁若无爱吼，阮六家搁抢要爱，阮六家吼真久无意思啊。哎呦，我要做啊做啊。无喏，阮翁甲阮囝拢一定过身啊呢。我当然嘛爱这个囡仔，安尼我才会当抱孙。啊，若无，我只好要靠啥？哎你。阿妈，阿妈，我规欠人家的实在伤多啊，咱应该爱给人家一个子孙啊，安尼才会减轻我的罪呀。玲玲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愿意将囡仔给我。玲玲啊，不要紧，你还阁少年呢，我倒是你的。阿妈再给你一个最好的查甫人，你若结婚了，咱才阁生呀。阿妈，查某孙不好啦，我已经决定啊，等这个囡仔生来以后，我要来庙的吃菜、念经。我这世人的罪也伤过深啊，若是无安尼做，我良心不安，暗时拢会睏袂去哦。玲玲，你这个决定真好，虽然遐查甫人不是你杀死。要过是因为你死的，为着你的下世人，你应该好好修法，慢慢仔将你的罪给洗清。哎，对了，咱大家做伙动手，把这间厝所有蜘蛛丝哦，咱给清洗好清洁，让英英、阿妈，还有恁老母有一个清洁厝。好，来，大家做伙动手。